是四个户型中这个是最大的。那么莱纳建商在森林湖开设了六个新盘的子小区，分别是 Soria、Amara、Castellan、Arietta、Cavera 和 Oresta。 以下呢为这几个子小区的每月物业费的信息。因为物业管理费的不同呢，房子的投资回报率也随之受到影响。那么可以去计算这个投资回报率哈，请参考我之前出的一期这个米娜房财税的投资回报率的视频。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小区的社区设施吧。这是一个社区会所带沙滩入口式的游泳池，那社区配备了两个篮球场，一个匹克波球场，有两个充满绿植化的社区公园，非常适合这个家庭活动区。会所旁呢还有泳池的凉棚、按摩池、烧烤区、烤棉花糖区以及青草游玩区。那么小区的物业管理费呢只是225。对了，这个小区还有两个给小朋友玩耍的游乐场。那小区呢位置也很方便，它距离高速公路241呢仅几分钟的车程。那这边地税是很低的，没有城建税，这里是一个适合自住和投资的很好的一个社区。那如果感兴趣呢请联系我咨询详情。